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很不对吧，因为毕竟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，他这个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，对吧，就踢好球负责啊，少发表这些对其他国家这种不利，对其他尤其是这种激起这种民族之间这种仇恨的这样的一种言论。